你找，早上的9:22啊，今天2021年6月11日，星期四啊，星期四，那个首先呢，我是环球邮报的社长燕国龙燕社长，首先呢，恭喜各位，昨天我们报的全车二中一，我们中了全车二中一，中了14啊，中了14。昨天二中一是报0414，四字牌是04141517，恭喜各位，我们中14啊，祝大家好运，今天继续努力啊，终于有开壶啊，终于有个礼拜二、礼拜三没中。啊，礼拜四是我们是中奖的啊，今天是礼拜五啊，礼拜五啊，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努力。